来看一下哦。哦，咱导游可以剪出来啦，我逐逐个讲一下哦，因为导游讲的哦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哦，你注意看哦。落啊吼！哦，你看这个凹落是不是以上这种凹超过十公分哦？啊，钓鱼作者就是他们在钓的时候都说：“哎呦，这鱼啊在吃，讯号很小啦。”啊，我们就来看每一个。哦，你看这個，哦，头壳要插水啊！哦，慢动作去看这個，是不是？第二个，好的落啊吼！哦，啊，我咧钓拢足大个，为虾米大家拢讲啊？我咧拢钓啊，拢食足细个，啊，小块钓个钓个哦。因着养竿啊，我注意看哦。恁猫啊，哦，头前迄个较细个嘛，啊，你若迄个养竿是毋是着，着是夹着细个，所以你着想早夹嘛，哦，会较第二个即个着较大个嘛。哦，所以你还是要有点耐性啦。哦，先给我等一下哦，再看哦。哦，有无？第一个无。哦，第三个就足大个哦，头前迄两个较细个哦。啊，第三只你看几个就差落去吼。哦，你看这个吼，哦，这个速度就较紧啊！你看用到我点了吼。哦，啊，其实这拢足大个。哦，啊，这拢正脆薄。我再来咧捏，我你看，哦，足大个吼，好无？先咬两个，啊！你也伫头前咬的时候，你着较好吼，有当时也着压袂着。哦，哦，这个着慢慢啊拗落啊吼，你看伊较慢。哦，伊无像拄仔遐大力哦，但是伊慢慢啊拗落嘛是拗足大个。哦，落啊，你看。来啊！你看，你喵喵喵吼，喵到第三个就落啊吼，喵第一个，吼，第三个你看这个，哦，同大个这个落啊吼，这就是嘴部吼。哦，所以做者钓，哎呦，遐咧食鱼有够喵的，无啦，哪有喵？是你等的时机还袂到。哦，再来咧试嘛，你看，落啊有啊，哦，足大个哦。哦，你寻到鱼仔来啊嘛，啊插落迄个就是啊嘛。哦，所以这不用急啦，吼，啊也不要忍不住啦。哦，你看，各个心哦，各个心啊。啊，等下一个大个落来哦。哦，鱼仔来恁鸟啥吼？哦，啊，这个都凹落去，凹落去爱好啊。不能咬你看，哦，都咬啊。哦，这足大个你看，哦，这应该大家拢看有啦。落啊，好无？一个就落啊！哦，啊，大大粒切落，这个就是爱好啊！哦，哦，这乌仔信号很容易判断啊，这个也不难哦。啊，只是你有等到这个信号出来，还是你伫个这个信号进程咧瞄就好啊！哦，搁后落啊！哦，伊先瞄一个有无？后来就大，再第二个插落去。
哦，啊，这个就吃灵异的，哦，你注意看哦，医生剁一个落，然后肝胃就平了嘛，啊，先松了。好，倒个肝子平了，然后先松了，吼、哦，啊，再食灵异的，我食灵异了，爱紧好啊，因为往回拉了吼、哦。哦，这个就倒个凹一个落尔。我、哦、这个、角度看，虽然你看无啥，但是伊至少都有下压，大概有到十公分咯、哦。哦，对吧？哇，伊也来咧猫啊！啊，不用急哦。哦，你看，规个插落，你敢有看？搁看一解慢动作。足大诶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哦，所以信号还未出进前，莫白雨吼，哦，这有食灵异诶，一共管咯，这往回拉，你看弹起来哦，弹起来零散哦。猫一个，猫两个，我慢慢来拗落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你看，你看肝胃咧渗着鱼仔来啊，吼、哦，你看，剁、哦、一个落啊，吼、哦，再肝胃拗落。哦，啊，当然每一只咧食拢无同啦吼，大细嘛是有差异性啦吼。啊，但是我嘴部就是拢做明显啦。哦，这凹足大个吼，想袂起来，你看山个灵异吼。哦，你要看山灵异来进化吼。慢慢凹落去，好啊，尾已经凹落去，倒凹落去，好啊，倒一个，两个。第三个就拖落去，你看落去吼，过来你看落去落去吼。哦，安尼看就是头前迄个白色尾吼，愈凹落去就变短嘛，哦，伊凹落。砍掉就变低哦，你就知凹多济哦。过来，你看，塌起来，好，有无？心内塌起来，心内塌起来有无？心内，哦，啊，这嘛是食灵气的讯号。了野落，伊青光就开始乌白吹吼，啊，就接着啊吼。哦，所以那野嘛是要看肝胃哦，当时啊咧野过程就钓鱼啊。我来啊，你看，哦，这就慢慢啊凹落啊。
啊，这就看了应该就较有概念啦吼，刚好有这个角度拍起来看得清楚啦，啊，就讲个大家知一下吼。我过来，你看咧猫，幺两个幺三吼，累啊。哦，有当时你看伊日心嘛是爱养肝哦，已经食掉了。对啊，去熬落去看，我这就慢慢来熬。出来，你看，喵喵喵。这嘛是喵零的哦，对啊，你看这大个过来，哦，这一种最好判断啦哦，这啥物款人应该拢有啦。这就一零幺的喎，一零幺嘛是爱养肝哦。这连续幺几来个哦。读一个，哦，慢慢啊拗落吼。哦，慢慢啊拗落。哦，啊，你尽量就是让线跟杆吼、哦、角度大一点哦，哦，线比较窄的话，哦，线来第二个、三个，哦，哦，就是线跟杆尾啦，哦，越垂直越好啦，完、啊、了你咧凹看较有啦，啊，你也又要想低的看较无，哦，这风上头啦，过来恁猫啊。大个落啊！哦，咬两个大大个咬一个哦，两个有拖落哦，有啊，这个拖足大个无？哦，所以你爱忍得住啦，无头前个咬你好起来，万一无钓着走去啊！